好球，就这么走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如果说这个高杆这个线路还挡住了，这边也挡住了，还有别的线路可以叫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叫吗？这个不知道。这样，中低杆一库，应该是中，对，比中低杆嘛，一库两库叫这边来，知道吧？就是应该是比中低杆高一点啊，但中杆其实就差不多。对，你这就是属于中低杆，低了，应该是中杆，应该是中杆，那是中杆吧？对，你这中杆打得挺正，中杆摔带，再比你刚才打那个点，再再稍微高一点，高一点点，对，再高一点。对，好球，这球其实。这球走的，如果你还想走的再好一点，最好是再加点左塞，你会吗？就得让点脸，是啊，吧？对，加点左塞，那是效果最好的了。但是我估计你现在还是先别学加塞了，咱们以后再学吧。对，我也不着急，我也只想把前面弄好。然后你看啊，咱们再延伸一下啊，就比如现在这个角度啊，这角度有点大，叫这个球是吧？有这样一库的，低杆一库，有这样高杆一库的，还有中杆两库的，这三种线路。咱们现在把这个球，比如换个位置，这个十号在这儿，打这个十四号，怎么叫这个十号球？不对，推下去的话，白球在这，有点远。对，他先吃库，吃到这，就是比你那个低杆呢，再稍高一点，然后横抬到这边来就行。轻了，有一个重，一个轻。其实这还行了，然后咱们再换个位置啊，还是这个角度啊，比如现在球在这个位置，就行，就在这儿，这怎么叫啊？高攀一步起来。高攀一步起来就行了是吧？没错啊，我再给你换一个别的位置吧，我想想啊，换一个什么位置？在这个位置了，也是高攀一步起来，不是往哪打呀？随便，比如现在十号在这儿。打这个十四，叫这个十号怎么叫？这是不是就是那样？对，来试一下，就两库。对，轻了一点点，好吧，这就是两个，这是你把这个球给它延伸开，就比如现在碰到这个角度，如果叫这的话，其实就简单，就推一库就完了。但如果目标就在这个位置。这就是两库了，所以你把这个线路练练。对，好球，漂亮啊，漂亮，就是这么叫，好吧？你记一下，然后再延伸开，比如再打底带，在这个位置怎么办？这个高杆，对，这就是一库高杆。这个有点那个左塞出杆的时候，不太没打中，是吧？对，高杆不够。然后还有，如果在这个位置了，这个是打这个是吧？对，只有刚才那个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试试吧。这个球啊。其实这么走，这个两库是对的，但是这个球两库呢，应该是怎么走了？应该打的点稍微高一点，也就是吃库的位置啊，别到这儿，到这个位置就行。这样两库过去，就白球它就不会往这个库上走，明白吗？就不会老贴库了，白球。对，明白吗？这打的这个太高了。太高了一点，好吧？就是控制这个线路。你大概记一下，这个两库什么线路它是往这个位置走的，什么线路是往这个位置走的？就是越靠近再说越起步。没错，中了，这个线路其实特别好，就是中了，对吧？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力量再轻一点，还是刚才那个线路，停在这位置就行，就别让它往库上走，空找力量，因为停在这也能打的时候。
好球啊，就这样走，好吧？这就是像这个角度啊，就是比较常见的。其实你还可以自己琢磨琢磨，比如说像这种角度会经常会叫什么球，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可以叫到好多球的。实际上，你就得看你琢磨。比如说现在球在这儿，你知道怎么叫吗？真的，啊，高杆右侧。这个不能打，就是说你要打高杆右塞这种球是就是很难打进去。哦，那是横一库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其实两库是一啊，样的对，呀，这个，对吧？哦，射门不还是往这个位置走吗？对吧？嗯。好球，这到位了，对吧？这还行，可以打是吧？然后还是放这位置啊。如果球在这怎么办？吃一口起来。不是，这球我看能，这是吃一口起来够呛吧？这角度，这角度够呛。这我要不知道，这球正好是我白球里走的线嘛。是吧？这球挺难的啊！这球估计对你来讲挺难的。这球其实啊还是这个线路，只不过呢就不能打低了，低库只能吃到这个位置来，然后还靠左塞，知道吧？这就比较难一点，我估计你已经打起来，他这就必须下塞了。那这样走，你看绕出来就行了，这就能打了。这就不可能交到这边了啊，这只能交到这个位置来。但是必得须得带，塞是必吧？须得带塞，要么就带右塞也可以，就是吃一库右塞过来也行啊。对，也需要加塞。就是对，高杆呗。对，高杆带右塞也行，这是两种塞，但都其实右塞难打一点，这种球相对来说。嗯，对，但是这个球实际上如果正确来讲，还是带右塞好走一点，因为带左塞两库的话，这个不好控，容易碰到10号球。但是你要加右塞的话，你就不好下球了。你试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打进去，叫到位。好球啊，好球啊，这塞不够，但是也勉强能叫到位了，好吧？这就你别再往下练了，这个加塞这一项咱们以后再慢慢来，主要是学这个就是。大概就这个角度，交六个球，六个带都交给你了，就这个线路。